挑战把女朋友锁在阳台查他手机。你就在外面待会儿啊，待会儿我看一会儿你手机。Oh my, oh my, oh my god！ 我看会儿你聊天记录。我看有没有男的找你。哎呦，我知道，我看一下。你看没什么好看啊。我就看一眼，等一下。这还怎么相信我？我相信你，我在看你跟闺蜜的聊天记录。我看你跟佳佳的聊啥了。我看。杨，你陪我打打游戏呗。看剧呢。等我再来。打游戏还有人陪啊？你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。宝宝，好想你啊！你什么时候下班陪我打游戏啊？丢人！你嗓子也堵了，就不用说话了。我喊喊，我上去跟他打打游戏而已，没事。就打打游戏吗？不是吧？啊，我就想每天。哇！哎呀，你去！你去！你去！打着满睡了，烦人了。你帮我倒洗脚水啊，我泡完脚就睡。妈，你看看老公呢？你好坏呀！你最坏了，我什么都答应。妈，妈，妈，别放了！一直在家也不撒娇呀？我不撒娇吗？你不喜欢爱撒娇是吗？你多大了还撒娇还小啊？哎呀，别放了！我是来打卡的，你是我想想看好不好？怎么了嘛？走，跟我回家。账单万结丈母娘。嗯，爸声音能不能小一点，跟那个诈骗猫似的。他妈他也那样，那你学的。这两天我要回去一趟，剩下的买菜钱全都要花光了。那不我了，阿姨给我吧，我买菜一般都是。给我。行了，等一下我出一个问题，你们俩去回答来对应给水。好。瑶瑶，我问你，一斤鸡肉7.5块，10斤四两猪肉多少钱？猪肉。你俩算数还是算了吧。阿姨，快问我。好，你去。一斤鸡肉7.5块，2斤鸡肉多少钱？2斤，嘿嘿嘿。啊？10块。妈，他不会算出来给我吧？还是让我来好乳媳管。嗯。为什么？他会还价。我的妈！情侣间的内卷有多可怕？嗯？坐呀。我坐，我也站着。我想吃冰淇淋。你自己吃啊，我不吃啊，热量那么高。你要不要半价呀？嗯，我不要，我不吃。我给你点一个，那有糖又不辣的。快吃啊！好呀。归你了，不要浪费啊！超市采购是的，这没什么热量嘛，来你尝尝哈。我谢谢你。自己吃西兰花，自述省菜。走吧，回家了，打车呀。哦，你先上。当你用男版林黛玉的语气阻止女朋友出门，妹妹要是不愿意跟我说，便不说吧。我当真是比不上那外面的哥哥，有趣的很。不说了吗？那是闺蜜男朋友，没有男生。很叔，你是有其他哥哥了，比我会聊天，比我会撒娇，还会哄妹妹开心。你和我说这些做甚？妈，他不让我出去。怎么啦？我都约好了，他就不让我走，不是我烦人吗？妹妹现在连句解释都没有了吗？阿姨，您倒是瞧瞧呀，我不过是多说了两句，他就这般模样说我。你这是干嘛呀？妹妹要是不愿说，便不说吧。顺就是我多嘴贫舌，惹人烦了。我就跟姐妹出去逛个街，然后男朋友在，然后我让她去，她又不去。妹妹要是这般态度，倒不如直接不理我好了，显得无理取闹了些。你不就在无理取闹吗？
不去不行啊。罢了，让他去吧。走吧。他不是被哪位哥哥绊住了，竟如此心疼。你今天是不是吃错药了呀？妈，我今天10点就回来了。他10点就回来啊。阿姨，我大抵是熬不过这一夜了，这等一个人呀，但他是等到9点就心烦。9点回来。准舅啊，是熬到了8点也等不到妹妹一句消息。今晚妹妹又是太忙了，牛哥哥一个人暗自神伤。记得给小凯发信息。好。有些人呢，单单是记得自己吃饭。罢了罢了，全当是我这个哥哥啊嘴太馋。记得带吃的回来。给你带鸡爪好不好？妹妹可算有心了，竟然还记得哥哥的喜好，你这哥便心满意足了。是这么多呀。这次大大咧咧的女朋友会不会注意到那里笑嘻嘻？哎，你说这个你带回，哎，走了走了，回家了。故意再躲看一眼。杨啊。瑶，你看这个新出的皮肤是不是很好看？好看你就买，别给我看了。谁说的女人最注重细节？你说这双鞋我买41的好还是买42的好？我觉得买大的可能会凸小跟，会不会？我怎么知道呀？明天还早起呢，早点睡吧。简直就是对牛弹琴，再做最后一次的挣扎。宝宝，这个芙蓉樱花虾口的薯片好好吃，你尝一口。看看能不能发现我的薯片快吃完了。嗯，怎么样？嗯。没有了。那我刷牙了。这次实在算了，我还是睡觉吧。第二天一早没见到他已经。哎，你什么时候出门的呀？谁都跟你一样睡到12点起床啊。妈，给你买的。这是什么呀？你给我买鞋了。对啊，拿你鞋去试过了，41码刚好合适的。那多好意思。明天我们春游可以带人路上一起吃。妈。嗯。真的是这种味。等一下有没有空，要不要去打游戏？好呀。新皮肤你送的呀。好不好看？好看。今天一起上班呀。你能不能别花了，你妈饭都烧好了。吹什么吹呀、啊、烦死了。我等你2小时了。不让你等了。跟个母老虎一样。那我先走了。阿姨，我想退货、啊、我有点过不下去了这日子。退什么货呀？他11点才起床还冲我发脾气，刚刚扇了我一巴掌。啊、哦、等等等等，我好好收拾他。妈，我回来了。拽姐到家。你过来。嗯。拽姐的种子。平时是怎么教育你的呀？嗯。家活泼水性，和气生财，你还动手？我没动手。没动手，他会骗我吗？都说是小骗子。他都要退货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？阿姨，我不疼，不疼，我不疼。妈，他好欠揍啊！别动手。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我来教育他。我们家不退货的啊。拽姐又挨训了。I'll let go。你别加，先给小凯加。站起来，向小凯道个歉。为什么呀？你自己做了什么呀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对不起。下不为例。今天可真开心啊，你跟我妈说什么？哎哎，当你不小心把麻衣学姐 cos 服寄给了女友闺蜜。哎，佳妮你怎么来了？快递给我了。什么东西啊？这东西我的东西，我买的。我没买呀、啊。我不好意思，我记错了，我买的。人走了好吧？跟着我干嘛呀？佳佳呢？她走了。啊，舍不得人家走是吧？没有。不是，你怎么知道人家设定地址的？我们不是去吃过饭的吗？哦，就记下来了。还记得你书店地址里啦？没有，我不是怕你不穿吗？我就想让是佳佳给你穿一下，我就看看他走了没有。哦，他身材比我好是吧？买给他的吧。你骗我，你宝宝身材最好了。滚！是了吗？那我心里给他退了。为什么呀？他的 size 我穿不了吗？你的型号就是不太适合你，退了退了。啥嘞？